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？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？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亲爱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？亲爱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我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。好，请四位导师转身。现在你跟导师们介绍一下你自己，好不好？各位老师，大家好，我叫朱彦宁。听你的声音，我觉得是在呼唤。熊老师刚才还在商量，我说这个声音不是在唱歌，感觉是在呼唤啊，其实有点感，有点感动。我转过身来，当看到你的时候。其实让我们老师没转身呢，感觉有点遗憾。你的歌声还是非常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登上我们今天这个舞台？因为我热爱音乐。真的，我都为你感动，真的知道吗？真的为了感动。其实你很不错，有机会再来吧。魏老师，魏老师，你也说一下吧，我看到你都有泪了。其实我是很感动的啊，转过来一看，这个学员呢，精神可嘉呀，他的精神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，继续努力。好，感谢我们
四位导师的鼓励。我们刚刚何老师也说了，当我们今天这个舞台上没有被他们选上，不代表没有机会，我们后面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真的我也挺感动的。来为导师们说声谢谢。谢谢各位导师。对爱的执着。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